天我们要来弹一首新歌，叫做 Green Frog Hole。那我们先来看右手的部分。那这首歌是四拍 ，OK， 代表每一个小节有四拍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四小节。我们来看节奏，我弹一次，你们注意看谱咯。它有用到很多的 rest， OK， 注意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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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。所以它节奏其实是不难的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，哈，它节奏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所以它一跟三是 rest， 其他的都要弹奏，都是在正拍。然后我们的音符是什么？第一个音是 D sharp， 看到吗？原本的 D 在这边 ，D sharp 就是往右边上去的这个黑键，我们用二指，右手的二指，后面那个音是一。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半音，半音的这个弹奏，它的节奏是二右，二右，可以吗 ？Quaver quaver， 半拍半拍，那你要平均哦，二右 ，OK。然后它的弹奏方法要注意，这里有一个 slur， 所以你这两个音符要连在一起，可是你的这个重量是强弱。重轻，重轻，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动作，这个音，这两个音要一起弹，要连在一起，它的手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动作来的 ，OK， 所以你的手要像我这样 ，OK， 你不可以断开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断开，你要连在一起，然后它是一个动作，你的手坐下拿起来的感觉，所以后面这个。这个咪你要小声一点，它有一点像青蛙你在跳跃，青蛙在跳跃的感觉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咯，记得是这样子强弱，所以坐下，所以你的咪不可以太大声，然后这两个音符要连在一起，因为它有 slur， 理解吗？再看一次 ，OK， 所以第一个小节把节奏套进去，第一拍要休息。第三拍也要休息，准备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停。那你这个的话要平均，例如一右、二右、三右、四右，所以这个是 quaver 要平均。所以第一跟第二小节可以一起弹，准备一、三、一、三、四，起来。注意看第二个小节后面是 minimum rest， 所以这里要休息两拍 ，OK， 音符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节奏跟你这个弹法，你一定要重轻才会有青蛙在跳的感觉 ，OK 吗？所以我们一口气把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小节都一起弹，因为音符都一样。记得你的弹奏方法是 slur， 可是后面那个要轻，后面那个要轻，它是一个动作。他的手腕是一个动作 ，OK， 好，我们第一到第三小节注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没问题对吧？我们一起弹一次哦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， 一、三。没问题吧 ？OK，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小节。第四小节第一拍也是休息，第二拍是发，然后它要跳起来，它又要 accent， 所以你要加重音又要跳起来，所以要比较重。接下来一跟三指法一跟三，所以这个小节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起来。再看一次，一发咪，第三拍，这两个音符一起弹，跳起来加重音，整个小节一、二、三起来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地方
不难，只是你要把它的那个感觉的细节做到。Slur 记得是重轻，后面那个一定要轻。然后第四小节的一，你一定要用力，因为它有 staccato 又有 accent， 所以你要重音加跳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第一到第四小节一起弹一次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三、一、三、四、一、三、一、四，起来，可以吗？我相信一点都不难。好，记得手指要用力。我们来看一下左手的部分。左手的话 ，bass clef 第二个空间，它应该是 C， 也就是唱名 Do， 可是它是在中央 C 往下一个八度的 Do 在这边。它让你用大拇指，左手的大拇指 ，OK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拍是 Do， 要跳起来。第二拍休息。第三拍它是一个四指的 so 这边啊， OK OK， 好，所以第一个小节把节奏套进去， go 一二三四起来，所以第二拍跟第四拍是 rest。 再看一次，准备 go 一二三四起来，指法用一跟四 do手，注意 go， 哆二手四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二也是很容易的，第二小节第一拍也是哆二手西哆二手四起来，所以这边你看哦，第三拍手西哆，这里有一个 slur， 所以你要黏过去手西。Do 第一拍要跳起来，再看一次 ，So Si 拿起来，所以这个 Do 你一定要跳起来。然而这三个音有一个 Slur， 所以你要连在一起，看到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第二小节节奏 Go Do 二 So Si Do 二 So 四起来。就这么容易，所以第一到第三小节我们看一次咯。 Go Do 二 So 四 Do 二 So 西，跳起来二 So 四起来，可以吗？指法都是用谱上给你的指法，然后记得左手要跳起来要有力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弱弱的，要用力，用力的跳， OK。因为整首歌是在描述青蛙跳跃的场景跟画面，可以吗？我们再弹一次左手第一到第三小节，一二三 go， 二四二手西东二手四起来，来第四小节我们来看哦，拉西东四起来，很容易。指法三二一，它又要 accent 又要跳，所以你又要加重音又要跳起来，所以每一个都断开加重音，四起来，用指法三二一，拉西哆。注意你们的耳朵，它的声音是那种很饱满的很结实的， OK。 再看一次第四小节 go起来，可以吗？所以其实很容易，这首歌是你要把那个画面弹得很美，就是要用到这些技巧。那我们从第一到第四小节弹一次左手，准备了，一二三 go， 二四一二 so si do， 二 so 四 la si do， 四起来，可以吗？看似简单，请你重复练，重复练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边，请你们左右手分开练，这是很重要的哦。下一堂课我们左右手一起练，那我们下一堂课见，拜拜。